一条最新的消息，新北市沙尘暴的中山桥往新庄方向的汽车道，下晡两点，有一台公车不明的原因，甲一台小货车烧下浪。这个桥顶包括司机甲乘客35个人，有13个人轻伤，需要送病院。这个小货车疑似是去用公车来推动，过去弄护栏，加在这车无载落去，这公车的车窗玻璃是弄到脆高高，挡风玻璃嘛弄劈去，有13个人受伤，其中还有一个是大不倒的太太，加在人拢正清醒。消防局派9台救护车到场救援，目前这个桥顶是大塌车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